2:11 afternoon. Two forty-four afternoon. 3:11 afternoon, raining. 3:13 afternoon. 3:28 afternoon. 3:34 afternoon. Pen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. 3:47 afternoon. 4:08 afternoon. 4:34 afternoon. 5:27 afternoon. 5:29 afternoon. 5:30 afternoon. 5:43 afternoon. China Airlines taking off. 5:51 afternoon. 6:59 evening.
landing 10:06 at night. And 11 at night landing. Then 15 at night. Landed 10:19 at night. 10:24 at night. 10:25 p.m. at night. 10:46. 11:00 at night. 11:02 at night. 前面那个岛上面那个灯不能关了，哎，啊，但不行了，还是开了，关了要太黑了。好了，我因为这边很热，这个时候它那个没有，我再放上面跟灯。OK， 欢迎大家来到台湾哦，这一次呢，啊，我就代表我们台湾的旅行社，我们台湾的旅游局，啊，来跟你们做一个台湾八天。 啊，旅游的一个带动跟一个协助你们啊，来旅游台湾啊。那我是台湾旅游局里面的华语的导游啊，因为在台湾这个地方比较现在啊越来越开放了，不用再收钱了，就差台北，可能网络要收钱，在酒店里面很奇怪的这个地方，其他的外面的城市人都不用的。OK， 50分钟从台北去到那个海边，因为明天会看到海，也就是海边。 那海边那可能会有风比较凉快，注意一下。请你下来吗？你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 他们的吧？对，我们的也是一批，因为也要为公司做。也哈，所以我们配合是欢迎。60个地方。40吧，47，40，还有那个位置，有这个。真奇怪哦，怎么一个？
12:03 morning, 20th October 2011, Thursday. Taiwan money 53 per bowl. Hello, morning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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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, just like that. The other side, you can bring all the same. 7:56 morning. One morning. 因为我们从花莲去台东有两条路，一条爬山，一条走平地。 Going to Ye Lui. 爬山那边呢，可以看到海。平地那边呢，它刚好在那个山谷里面。懂我意思吗？一个在山谷里面，就两块两山。明天，我们就安排在那边活动。啊，去那边。有了。Second highest in the world. 活动好了，Shopping。Highest is Dubai. Shopping 这个，哎，对了，去那边Shopping了啊。我老板黄马还没有带。 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们高雄好像也有shopping mall吧？未来，我忘记了。不是，没有了。那个大件的哦，不然没有帽带这样嘛。没关系，你行程等一下晚一点点，给我再看看确认一下。好了，别人去正常的活动，我就带你去那个shopping那个啦。OK， 来，缩小了。台北101有看到哦。啊，现在还是会看到它，它有101个楼层。 所以我们名字里面给它是叫台北101，但是它原本的底赛曾经有人外那边就盖好以后，我们就排第二。哦
那旅游局还是我们旅游界里面呢，尽量我们都啊，如果要介绍 最好介绍它是 number one 嘛，啊，让我想一想，就说台湾 number one 就好了嘛，台湾第一高大楼，我没有说全是。Going to Ye Lui. 为了不想他们听得懂。Ye Lui, 8:40 morning. 说什么嘞？希望一点点慢。明天我们去台东。明天啊，不要说明天了，今天我也看看那天气，我会安排我们花莲那个海滩叫七星潭的，也是太平洋。OK， 好，台东去高雄，台东去高雄，快要到高雄以前看到的海是台湾海峡。OK， 台湾是台湾的海都会给你们看到。现在这个是那个东海，看到海浪比较厉害。我们常常在这边活动，我们看到那个海就知道现在的海浪好厉不厉害。看到这个海浪，我就知道有风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在那个海边那边活动的时候，你们要注意风很大，有一点风。哦，目前你们这地方会比它更好，你就不用急了。不懂的，你有时间你来问我。但是你问我的过程里面，不要在人家店的面前。前面，那得这个能不能买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一定说可以买。这个价钱可不可以啊？我一定会说可以。我才带你们八天在台湾走一圈，但是我一年里面多少圈，我来多少次。我现在还跟一家有，也不能说是有仇啦，有一家店我到现在还不爽他的，因为他一直在骂我。三年前了，有了三年。我们离开出口，等一下入口跟出口不同的地方。出口的地方呢，它就是卖土产的一条街。我建议你们有兴趣有需要带一些那个代表的土产的朋友。现在来到这个石头公园，我等一下带。开一下车，我知道。他不是跟我一样八点开车啊？你们在这里宣美啊？晚上一起啦，也是立格了。耶路易。去上啊。我们直接到那个厅，咔啪，明天上那边找我们的巴士哦。你们听我说，我们从这边，我来带你。哇，真的怎么样？给风化时间就会快，这做成什么怎样？上面大力的，下面是小的，像我们看到这个形状哦，它属于什么呢？蘑菇，所以我们叫它蘑菇石头了。等一下有一个区，整个区都是这样的石头种啊。平常我们看到那个九份方向是我手指的方向，过去那半山，那个山现在看不到，迷糊了。但是海上面有一个 island 哦，那个隐约可以看到，那个叫基隆屿。没有人住在上面的，因为有2、3 OK， 下一组排队嘛，啊，排队排队啊，排队，先从那边排队，告诉我招商机啊，排好以后就告诉我哪一个是你们的招商机啊，去那边排队。黄头了，看到前方是不是很多很多人？我告诉你们，从这个很多人走的，现在有一个人举那个旗子，是举着的吗？在那边走上去，记得左边有一个龙，走下去不要急走哦，急走是去厕所的。啊，往那里，这个人群那边啦、啊，往那边走过去，左边有一个楼梯下去，有几条水女黄头，那个是看真的，但是那个女黄头只有开。
Thank you.
要什么宵夜？哎，继续。你多少来？给你等你电话啊。你几千？我把钱给你。改了，我们跟那个台北县这个地方，跟台北市拜佛的没有求签，你听得懂我这个意思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我二月六在山那边下来平地买下生活的用品，比方说要买吃饭，要买那个米啊。台湾买的是里面的太子酱，我们买了就这样粘下去，他就知道，不用讲。这个很好的意见哦，但是成本谁来给？11:05 morning。你们买东西，他没有现成的好处给我，但是每一年他都会包一个红包给我。我不是为红包，大家都有帮忙。其实做旅游就是这样的啦。我也可以找到一个有问题可以去追究他的一个店面，安全卫生。那你们来台湾旅游，有可以找一个比较可以相信的一些那个土产店去买东西，其实互相大家都有好处。对对对，双赢双赢。对。哦，因为有这么多年都没有特别发生什么问题的，有的话是怎样呢？有试过的，真的不是我带的团体，我看到有些团体里面呢，他忘记那个客人的东西送过去后掉，马上他叫导游付钱给那个客人，不好意思赔，先把那个钱退给人家，他那个店呢，那个老板呢，就马上把那个。Joy Fun, 11:09 morning.这边山很多房子，因为哦，它从旅游开发以后，太多人上来这边做旅游，所以现在这边不止九户人家，几百户人家有了，哦，然后再来很多那个房子上面那个桶子啊，是做那个普通存那个水用的，哦，因为靠山上面有时候怕那个水压的问题，所以它要保持。要再空的。洗了洗了。洗了它里面放的是猪肉来的，你看它还没那个油前面，啊，煮好来吃一碗哦。如果是一碗，它是25块，豆干包嘞，也是25块。哦，两个25块，但是哦，台湾还好了，你们很多还有那种冬粉啊，就是那个粉丝啊，它可以冬粉，一碗冬粉，那一碗冬粉就多一点了，40块嘛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40块喽，因为它有掺冬粉给你嘛。这看你要吃哪一种，等一下来跟他说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玩。谢谢，感谢哥来吃哦。啊，好。但是有些朋友是普通朋友，才认识没几天就说要送东西了，你就有不好意思不送了。我介绍这一个按摩器，这个是我们人有时候很进来吃东西，我们的午餐。你先把它倒进来。来个2000。阿新送。来。来。Thank you.
他是贡碗，带利的是花枝跟那个花枝跟那个福州，福州碗里面还有苍鹭肉在里面。这个是用酒啊，酒做出来的那个醉鸡。啊，他也可以吃那个肉饭、肉燥饭，还可以有青菜。这个啊，等一下有时间可以来这边吃。我说了，可以吃那个贡碗汤，啊，吃那个饭就是这一家了。啊。前面的吃面吗？这边有饭吃了。啊，来来来，我们再往前。你说汤米粉他都认识我了啊，你有兴趣他便宜一点给你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再进去里面了，都不同的工艺品，还有吃的，但是呢，你前面那个比较多热的，里面那些都是，比方说芋圆汤之类的，也有那个什么茶杯那个客家的茶果，啊，里面有那个茶果那边，啊，还有台湾做的那个肉丸，啊，那我给你们时间，你们在里面走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在这边坐了，谢谢兰弟，来一点钟。放一个不辣的。
这个港吃。完，中洋啊这个。啊？中洋啊。你吃，完我买。来、啊、你吃。这好吃。敢吃？不好意思，这两块。三个一百。它是怎么吃？切在杯子。敢吃吗？哦。敢吗？这些啊，敢吃。不大敢哦。不然你就我给啊给。我给。来来。我吃一次，是很好吃吗？没有，它切的。哦，这个什么来的？原装的。嗯。会卖台湾吗？等一下。啊。啊？我广东咖喱。会卖台湾吗？等一下。这很人生用的烤哦，这个这不的吗？这边。哇，你们。海螺，我不是蜗牛。行了，他不要出来，不听话。